突然间天顶落起了大雪，引起游客一阵一阵惊叫声，赶紧翕相留作纪念。下雪啊！下这么大了，很大吗？很大、啊，高不高兴？高兴开心啊！这群游客长到上山，无等到落雪，惊再多上山，终于让因看到落雪啊！你们在这就上来了、哦、昨天上来，昨天有下吗？没有，昨天没有，啊、今天又上来。是，本来要走了，结果下雪又下雪又上来。要一群新加坡的游客，一路车就拄到落雪，一直讲实在是真好运。下雪了，下雪了。等多久啊？我们刚刚到。刚刚到就遇到下雪。对，刚刚下车。嗯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第一次看到雪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下雪。嗯、是专程来的吗？对，新加坡来的。新加坡来的。那在台湾看到下雪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开心，开心。要脱了，要穿了。脱掉身上穿的衫庆祝落雪，不过实在寒甲冻袂掉，马上就搁将衫穿起来。马上就穿起来，是不是受不了了？啊，没有啊，身材太差了，不要，很丢脸。要来自花莲的游客，赶紧提出自拍神器，体验头一摆伫落大雪时自拍的趣味。完全没有在。想说下雪才来的，好特别哦！来刚好遇到下雪。你在下雪的时候自拍，感觉怎么样？超爽！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波强烈冷气团来袭，合欢山对今透早五点开始降下入冬以来第一场白雪。不过落雪情况是一阵一阵，有时也交叉着雨水，因此合欢山区并无出现积雪状况，也有游客感觉淡薄失望。凌晨五点多。凌晨五点多、哦、对，啊下大概下多久？一阵一阵啊，一阵一阵。对，嗯，大家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差不多将近六点。将近六点。嗯、那大概时间维持多久？差不多一阵就十分钟这样子，又下雨又冰雪这样。嗯，一大早出发吗？是啊。嗯，就是专程为了看下雪。嗯。那结果现在结果怎么样？有点小失望，有看到，但是没有积雪，一下下就没了。虽然无积雪，不过赶上山赏雪游客，也是会当欣赏到不时飘落来白雪。在台湾难得一见的落雪环境中，每一个游客也是耍得非常欢喜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